遭敌暗堡袭击，产生三名伤员，现命卫生排迅速前出抢救。这次训练我感到特别真实，瞬间感觉自己就像在战场上一样，这种紧张感在平时训练中是从来没有体会到的。全体注意，敌化学武器袭击。卫生人员必须充分利用跟、看、问、听、找五步法搜索并接近伤员，自主判断伤员伤情，并确定优先处置顺序，开展相应处置操作。通过应用新型卫生装备器材和先进训练手段方法，构设 BJ 训练环境，极大地激发了官兵训练热情，凝聚了练兵智慧。